饭了，开饭了，兄弟们，开饭了！香肠、土豆、炒白菜。坐火车去喇叭拉邦的，因为一天只有三趟车，兄弟们啊，早上去火车站了。สวัสดีค่ะ，น้องอยากถามน้องสวยไหมคะ？ถ้าสวยนะคะ，ช่วยบอกมาให้น้องรู้หน่อย。น้องอยู่คนเดียวไม่มีแฟนก็เข้าสักหน่อย。มันเงามันงอยยังไม่เข้าใจยังไงไม่รู้。หน้าตายังน้องพอจะมีแฟนได้ไหมคะ？算了，兄弟们，先去买票啊！那营业时间啊，四点多钟就停止营业了。去琅勃拉邦了，人民币47块钱啊。返程的票也买好了，兄弟们，琅勃拉邦到摩丁的是11号啊。刚才那个电瓶车是10000一个人，然后呢，买了今天到琅勃拉邦的车票，然后我把返程票也买了，11号从琅勃拉邦回摩丁，在摩丁到时候看吧，能待就待一天，不待一天就回国了，兄弟们。啊，老挝这个是这次旅行就到这里了啊，在老挝能待个3天再说。今天我发现一个新功能，凡是那种不友善的、不友好的评论，我一定举报，对不对？举报评论就会处理嘛，用不着我动手嘛，兄弟们，对不对？啊，终于发现了，兄弟们，晒，拜拜了，兄弟们。买了瓶矿泉水5000，每天就3趟车，这2趟车发完了就下班了。喝个水，还有1个小时。摩丁到万象的啊，兄弟们，马上要检票了。帮快到了，准备下车了啊！准备下车了。明显琅勃拉邦的外国人是比较多的啊。面包车啊，都是接人的，一个一个人。到琅勃拉邦了，兄弟们，下雨。到琅勃拉邦了，这种面包车接人的。现在下去找车。西市区啊，规范了。以前是，现在是要买票，然后去哪里带你去哦。啊，这里都有卖票的。3万5啊，一个人3万5到城里啊，走啊。对，上车了，坐上车了。车把我送到这里了，兄弟们，找住的地方去。这就是老挝的唐人街啊，老挝的唐人街前面就是车站啊，汽车站啊。琅勃拉的房子是真贵，兄弟们，25万一天呐、啊，不愧是旅游城市，房间就不一样了，兄弟们，25万一天啊，这琅勃拉邦啊，兄弟们50万 ，OK，two days OK。中国特色烧烤，川香味都有，湖南米粉店啥都有，兄弟们。老板娘了，一条万多烤鱼28万，整整100多块呀。湖南米粉店都有啊，
兰烧烤。拉邦中国人开的一个最大的超市嘛，算是300是够啊。今天就不去看阿里了吧，下雨，找个饭吃一下吧，一天没吃饭，兄弟们。啊 ，shopping， 啊，22000，对吧？14000，这18000，好一颗。下火锅靠它了，空心菜7000，土豆也是18000一公斤，搞一个。水是5000，白菜、紫菜、蛋汤，买了一个小水果刀，啊，再买点菜，兄弟们，68000。这有中国的菜，什么都有，酸菜呀。兄弟们呢，这一下又花了20多万呀。快7点钟了，回去做饭吧。今天跑了一天车，买了菜，回去了，兄弟们。中国人开的啊，饭馆真的很贵的，那一个青菜都上10万，你想一想。你看中国人的烧烤，中国烧烤。不说，这次出门还准备很充分的，这个菜板我随时背着，是吧？很充分的。25万一天的房子，啊，这里一个洗手间，就这样子。白菜3960，这个土豆4200，香肠68000。丰盛了，搞个紫菜蛋汤啊，兄弟们，加点白花菜，加个皮蛋辣椒，开饭，紫菜蛋汤，兄弟们，开饭了，兄弟们开饭了，哇，今天吃一顿，一顿管一天，今天一天从早上到现在没吃，昨晚喝多了，啊，那个啤酒真的太厉害了，加点白花菜，香肠。麻辣香肠，安逸。哎，今天到了，忙了，兄弟们。实力不允许我再待太久了，这天待3天，买了11号的票，回摩丁了，没回国啊。今天过来的时候，老乡提醒我，亲钉子万嘱咐的，这边琅勃拉邦的叔叔们查非法同居，查得很严，男女关系那方面的啊，兄弟们一定要注意啊。琅勃拉邦旅游城市啊，跟万象一样，查得很严的。啊，逮到就是5个W起步的，所以过来这边一定要注意啊，要小心了，查非法同居跟男女关系的，你们懂的。今天我知道我华哥住院了，对吧？那琅勃拉邦最有名的是寺庙，啊，相通寺是最有名的啊。明天早上我就去相通寺，给曾经帮助过大胖的，以及给大胖支持鼓励的朋友们去求几个平安幸运符啊，保佑帮助过大胖的朋友大哥们平平安安万事顺意啊。明天给我华哥跟我吉哥也联系了，跟我吉哥啊，跟我胡哥是吧，这几个老大哥一直陪着我支持我的，明天给他们求平安和幸运符啊。等一下还要跟我军兄联系一下，他给我这次来老挝，他给我最大的支持了，必须要跟他求一个特别的不一样的啊，他可能需要爱情事业，着重跟他求一下啊，少军兄，先吃饭，兄弟们饿了一天了啊，味道80呀，你说呀，真的菜汤啊，然后 YYDS 吃个皮蛋，你在外面去吃，尤其中餐馆，一个青菜都10万，对不对？我这个可以吃2天，炒得相当到位啊，吃完就把事情剪，好好睡个觉。